我们现在在东兴屋咖啡厅，然后点的就是蝶豆花，看一下哦，蝶豆花蔓越莓，可是没有非常明显，因为它是有点紫色的。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家的咖啡，然后这是一个新的就是夜景餐厅，然后现在才慢慢就是变亮这样子。那大家看一下那个夜景，它就在八卦山脚旁边，对，然后是新的餐厅，然后这边据说可以看到日出，非常漂亮哦。希望以后可以有个那个早午餐之类，会更棒。